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就是算出前七名，那怎么做了？当然有很多方法，不过理论上呢，最早我是写一个 VBA 程式，那这个 VBA 程式很简单，就是哦，从第二列 for i 等于一，第二列到第50列嘛，哦，然后做什么呢？如果呢它的排名小于，如果这个 C 栏里面的资料小于等于七的话。然后就帮我把那个资料抓哪，把它同一列的 A 栏的资料帮我复制到 D 栏的这个位置，然后以此类推。哦，不过啊，这个程式云端上也有，OK。但是啦，哦，难度应该是蛮相对高了，所以我先讲简单的。啊，如果你假设不写程式的话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前七名的号码？最简单的方法哦，很简，就是怎么样？你至少要学会资料里面的排序了。那排序的话呢，你可以先怎么按照名次来排序哦。所以第一步哦，所以你可以把排名有没有？哎，先选，然后呢，哎，先选什么？A 到 Z。哎，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排名就出来了？哎，前七名的号码呢，其实也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就这几个了哈。哎，当然你说老师，那我是不是 Ctrl C？然后我直接 Ctrl V 贴过来嘛，如果你贴过来的话，那不对啊，因为你还要把号码排完啊，有没有？号码要把它排回来，对不对哈？那你就变成像这样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乱掉了，有没有？那当然你可以说啊，老师我把那个删一删，哎，至少还可以啦。不过啊，如果假设你刚刚那一步哦，假如说呢，我把它 Ctrl Z 一下，好，如果说呢你不要直接贴过来的话了哈，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呢。你可以这样了，把你这几个号码选起来之后哈，Ctrl C，有没有？那 Ctrl C 之后的话呢，你说老师，那我是把号码重新再把它排回来，有没有？A 到 Z，然后再把它贴过来嘛。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你重新排序之后哦，它没办法贴了，所以哦，有个方法，就是说呢哈，如果假设你已经找到前七名这几个号码，对哈，那有一个取巧的办法，就是你另外再新增一个。工作表，然后先把它贴过来，贴到这里对不对哈？贴完之后呢，你再把号码给重新排回来之后，这个几个号码还在对不对哈？那你就把它怎么，把它复制，再贴过来，变成说呢，多一个缓冲的那个工作表，先暂存这些号码，好吧？然后把这边把它删掉，这样就解决了。OK，哎。哦，这样的话是完全不写程式的方法了。我想应该这个对各位来说应该相对简单哦。但是如果假设啦哦，我希望写一段程式的话，哦，难度就会蛮高的。那其实写的方式哦，云端白板上面其实我有放哦，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可以看一下哦。我应该是放在这个底下，有一个是前七名的写法。哎，前七秒少了一个 end sub，这边有个 end sub。OK，好，啊，其实写法就类似像这样，我看一下这个程式应该就可以用了哈。OK，Ctrl C 一下，如果要取得前七名，啊，顺便把前七名清除，顺便搬过来了哈。然后就这两段啊，第九页的地方，然后一样我把它放在这个程式的下方好了，放在这里。我先把它清除的话比较简单，前七名清除哦，就是D2 到 D8 这个里面的资料清空，指的是这个嘛，D2 到 D8 哦，把它执行一下，不见得对哈。那前七名的话，我刚刚逻辑是哦，for i 等于什么呢？第二列到第50啦，因为这个号码一定是50个嘛哦，包含栏位名称总共到50，然后 OK 2到50哈。然后呢，底下的话就是，如果我刚刚讲，如果这个储存格的第 i 列的 C 栏，指的这个储存格，它的条件呢是小于等于七的话，那就帮我把它同一列的 A 栏有没有？哎，同一列的 A 栏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跟这个长得很像，差别只是把栏的名称改一下而已。同一列的 A 栏放到哪里呢？放到哎，所以特别注意这个等号哈，实际上指的是把后面的资料复制到前面的意思。好，那你会发现哎，老师为什么这边多一个 K 哈？那因为这个 K 指的就是说
我将来要放在哪一列开始，所以你会发现啊，k 等于二，指的就是 k 先放在第二列的意思。那如果再跟 d 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就变成 d2 嘛，所以第一次就放 d2。那等到放一个之后的话呢，底下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序数，k 等于 k 加一，意思说二再把它加变三，那意思就是再放在 d3，所以以此类推，一直往下放的意思，好。大概程式写这样了，这个是我想出来的写法哦，应该跟前面有些程式还蛮雷同的。那比较难懂的应该是这个了哈，有没有？这个第 i 列的 c 栏，它如果小于等于七的话哦，OK，把后面的资料复制到前面，所以这个等号的意思哦，指的就是把后面这个储存格的资料。复制到前面的意思哦，OK，这个等号不是你以前认为的那个等号哦，不是那个计算结果哦，而是说资料的复制啊，OK 好，所以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前七个号码的资料通通都放过来。不过你可能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点，你说老师为什么他的号码感觉跟刚刚不太一样？有没有发现？啊，其实跟各位讲啊，其实没有不一样啊，只是说顺序，因为我们的顺序是先找到，有没有？找到之后再放。那刚刚的话是从第一名开始放，有没有？第一名是第八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再来就是第二名嘛，第三啊，这个的话是条件只要是小于等于七的就放了，所以呢，第二号是不是小于等于四嘛，所以他先放第二号，再放第八号，小于等于七嘛。不过啦，这个写完之后，就有同学会问说哦，老师，那我可以把它改成哦，先放第一名的，再放第二名的，再放第三名的，以此类推是可以，可是程式逻辑可能要改一下哦。好啦，请各位先试一下，把刚刚的这个前七名的这个部分哦，先试着做做看。我刚刚是先怎么样？先用那个比较取巧的办法，先排序啦。这个我想应该对同学比较没有那么困难。排完序之后，再把它怎么样？前七名的这个复制，但是不是贴过来，而是开一个新的贴过来，贴到这边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把这个排序从号码排回来之后，把这个资料复制之后再贴到这边来。那这个排序是先第一名，再第二名，再第三名，以此类推，而我刚刚放在云端上面的这一段程式前七名的话，第九页的地方是先找到的就先放了，只要是条件符合小于等于七啦，没有按照它的那个名次来排。啊，你说老师可不可以改成按照名次来？可以，但是怎么写？这个我想你们再想想看好，试试看，OK。